大家好，我们来一起学习这个数位课程的基本教育理论与教学设计探讨。那在这边的话呢，我主要会来讲这一个布莱姆的分类跟认知领域。那为什么讲这一个？因为在所有的教学开始，不管是C learning 就是一般的教师教学，或 E learning 这一个演剧教学，那都是要先从这个教学目标开始写起，这样就是如何把它写好一点。那为什么这样呢？我后面呢会依序来跟各位做一个比较明确，按照教育理论的话来跟各位做说明。那好，那要引起各位的一个学习动机跟各位注意这个主题的一个重要性呢，我就先从教育部的怎么样，教育部的这一个数位学习课程认证那边来说明。那在教育部的这个课程认证里面的话，它有一个大概有几十条的那一个规范让我们去这一个evaluate 那看我们能够达到哪一些的要求标准。那我今天这堂课不是要来讲这个，只是告诉各位不管是教育部的认证，或者说我们整个的一个教案设计种种呢，这都有它的一个基本的要求跟基本的理论在所以我就从这个角度来跟各位做说明那它有大概有将近，我大概有三十几条吧，最早之前有100多条，那现在已经浓缩到只剩30-40条。那我来从中间挑的4条，它跟各位强调一下它重要性。比如说第一条就是说课程的网页说明课程的总学习目标，总学习目标各单元学习目标各单元也都要去讲解跟它那个学分数有没有所以这个是这边很重要的。那你可以看出来，就是中间就出现几个很重要的观念learning 怎么样呢？ learning objectives 所以这边就出现 learning objectives， 有没有看出来？好，那还有后面会再讲所以那第二个就是说2-1有没有，对，就是课程的内容跟教学活动教学活动出现了那符合课程名称及单元学习目标也就是说学习目标设计完以后，你就必须对应的什么样，对应的这一个教学的内容跟这个教学活动来 realize 你所规范出来这个 learning objectives 来那个让它能够达到你要的那一个东西。所以这个是教育部规范出来的那第我又举了2-2那当然有很多条，我不可能全部列出来，我们就变成是在教各位认证的那个课程了那只是告诉各位要注意这个一开始的很重要所以你看2-2他讲到说教师必须依据学习目标，你的 learning objectives， 选择多种适当的教学活动，也就是说必须要多元教学，不是只有一个只有一个而已所以这个是2-2那2-4怎么办？教师在单元中提供检核学习成效，检核学习成效的什么样呢？的教学活动。所以它原则上在这里的话我就特别就把它彰显出这一个右边的这一个三个要注意的就是说第一件事情你要先怎么样，要去设计好的这个 learning objectives，就是这一个教与学的这一个目标。那如果说你要讲直白一点，就是学习目标，因为站在学生的角度。那好了，定好以后呢，你一定要设计好的教材。所以教材我们在做数位学习，它就是元件是 objects， 那或者你就讲说 contents 都可以所以这个都可以看出来的话。好，那当然接下去就是你要真的教学场域的实施不管是在线上或者在教室，也就是有 learning activity， 这些 activity 那现在又强调的多元教学，那又是网络教学，那怎么办？又必须要更多的那个机制进来所以这个是教育部的这个认证里面的开场就开宗明义跟你讲，他要求这个学习目标，那还有教材单元，还有那些教学活动。那因为我这一个单元主要在讲那个这个学习目标。那后面的话会再跟各位讲一些教学，所以呢按照教育部它所定义出来的话，很清楚的，我们在每一个学期开课之初的时候都会怎么样，我们必须被要求都被要求说要写一个学习目标出来那学习目标写完又想干嘛呢？所以这是你的教学目标完了以后，你基于它来发展什么，发展你的教材，
也没有，那基于这个教材呢，在做这些教学实施，那当然还有一个评估，那这个当然以后再说的，这个更复杂，怎么去做那个测验呐、啊，怎么去做这个实证研究的部分，那后面再说的哈。那我的责任就是说先让各位晓得说这个你们要不管是推 EMI 或推我们有深度的语句教学这些都是刚开始一定要注意的一些基本的知识这样嘿。好，那首先呢我们就来看那教学目标已经那么重要的话，那有没有理论？有，就是布莱姆的这个分类那这个单字不好念嘿，应该念作比如念作那个 taxonomic taxonomic 嘿啊，这个我这样念对还念错不晓得，你们再自己去找一下齁。所以那有人换成布莱姆或换成布鲁姆嘿、啊。那这个是在五几年就发展出来齁。应该是1956年齁。他就发展出来，因为之前的话没有给一个明确怎么去写这个学习目标的一个机制。那他发展出来的时候，他有分作三个领域或者是范畴齁。你可以把它当作是范畴。那所以呢他就有第一个叫是认知，那这个是属于情意，那这个怎么样呢？这个是属于怎么样？这是属于技能，那个 psychomotor 那我们在这一节就先讲这一个认知领域或认知范畴的这一些分类，那下一节再来讲这一个情意跟什么？情意跟这一个技能的部分，我就把它简称技能，这样比较快一点哈。好，那在这一些分类就是后来的人都是。follow 这一个布莱姆的什么？布莱姆的这个相对的这个技巧，就说甚至以后你们有机会去读到这个 Bokaski 的这个近旁发展理论有没有？他都从现有的那个比较已经知道的比较浅的知识来延伸去发展出比较高的这个知识出来哈、哦。所以我们就先从 low level 把它发展到怎么样这个 high level 这样的有一个过程这样嘿、哦。所以每个范畴或每个领域都以怎么样？以金字塔型的分类的架构来呈现，这就是你要先懂得他们这个教育专家他们在研拓的部分这样嘿。那第二个要知道从底端到顶端的学习目标分布呈现由简至繁，他那个不是说写得很繁，是说这个学生在学习过程里面的那个头壳知识的那个接受的话会越来越复杂这样嘿。那第三点呢这样的一个规范就提供教师定课程学习目标的依据，进而在修编你的教材的时候那种种那包括以提升学生的学习成效为一个依归，那这样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规范。那这一套规范呢也有一些学者反对，就怎么把它变成那么标准化，可是你不那么标准化一般老师没有办法依循，所以这个是到后来大家能够接受的嘿。那所以呢我们就先来看 Bloom 的那个第一个，我们刚刚讲之后我们就认作认知、情意跟技能，我们先来看认知。那认知的话，一般我在记忆的时候，我就因为这个很重要，所以我就刻意的去背它。我把它背着 K C A A S E， 背第一个的字母 ，K 就是 knowledge，C 就是 comprehensive，A 就是应用，这个 application。那这个再来就是分析 analysis 那当然是这个再来是综合synthesis 那再来就是什么？就是 evaluation 所以原则上就是这一些的话。就是关注学生，就是说这一种认知领域就是要关注 focus， 有没有学生的思维跟智力，就是说你可以看到他的什么呢，那 thinking 跟他的这 intellect， 这个我们常叫做 intelligent， 那个另外的样的一个表现方式。那第二点就是同时有关注知识的获得跟应用，就他这个他怎么样 focus on 这个acquisition 跟他的个 application， 嘿。那这个是很重要。那第三点你可以看到怎么样使用名词呈现该分类，要注意的这些在文件上他们就会讨论，他说这个名词是比较被动，所以后面我们会后面几节我们大概在第三节第四节就会2001年以后提出来的新版本用动词的方式来呈现这样子嘿。那为什么呢？比如说以前我们在资工系的时候在教学生的时候，就是说有所谓的类别跟这个物件有没有 object？ 那如果说你是理工有修过程式设计，就知道，就说 class 是一个名词，它不是一个动态，它是一个类别库，它这个东西放机关放在这个仓库里面，没有人去用它，它就是死的。名词就是没有人去用动词去激发它，它就是死的东西，很被动。那物件怎么办？所以我们就会要先把它 instance 要把它活化。
活化以后呢，你就可以把它变成是你能够随你去操弄驾驭的那些东西出来这样子。那这样讲也许还是有点抽象，你们听不太懂，那没关系，原则上你们就是先怎么样，先弄懂这一块的那个知识，那整个的一个基本结构呢，那把它先弄清楚，那这些教育专家到底他们在这一个那么有 SOP 的方式在规范这些东西的目的是什么。那第一件事情我们就从底层开始看起咯，先从这一个 knowledge comprehensive 跟这一个 application 这三层先来看。所以第一个知识力，就是说你把它看作是一种 power， 是针对资讯进行记忆跟回顾。他用了两个英文单字 memorize 跟什么跟 recall， 那为了进一步的学习程度所奠基的一个基本学习，这个是他们早先所规划出来，他说把它当作是一个 learning level， 一个阶层一个阶层一个阶层上去，所以他们也有人讲说这个是一个 hierarchical。好，那 example 就是 name three common type of fruits， 就是你能够把三种这个常看到的这个水果把它讲出来，把它讲出来这样子，把它 name 出来，把它命名的把它讲出来这样，所以这个就是一般的前面的 memorize 或 recall， 把它回忆过来这样。那第二点就是 comprehensive， 就是理解是从信息中获得有意义的认知。这个定义其实还很多东西还是没有办法很明确去定义，但是我们从他们学者用词来慢慢感觉齁，所以 make sense， 有没有 make sense， 就是讲出来是有道理，人家可以听得懂齁，这个 make sense out of information 齁。好，那举例是 summarize the definition characteristics of apple, banana, and pear。 就是你把它能够整理出来齁，这些apple, banana 跟这个 pear 之间的一个什么一个那些特质齁。比如说我前几天有看到一个网红在介绍说十种对人有健康的那个食物，有没有，那第十种就是那个洋葱。第一种你竟然没有办法猜到，竟然是 apple 没有，那当然是 tomato 这一些都在里头这样。好，所以这个是 comprehensive， 你到底要 make sense 齁，就是说你为了你的健康你会慢慢感觉这些水果它到底有什么形态。那第三种是应用，应用就是以特定的形式使用知识来解决相关的问题，这个没有问题嘛，就是你把你某种，比如说我今天要解数学，就用数学的那个理解的东西跟数学知识去应用到某个问题上面这样。例如你可以看到我下面这个例子，这个是这个网站上面的我把它改写的例子，他说Does eating fruit help improve longevity， 就说这个吃水果是不是可以增加我们的长寿，可以让我们的生命比较长一点这样。所以这个时候那等于是说你这个意思就是说你就必须应用有一些新的观念来去解释这个吃水果的那个东西到底是不是可以增进我们的什么样，因为这样的写法是有点还是不太 make sense， 但没有关系，就是说你们到时候我出的homework 或怎么样，那或者我们办 workshop 的时候呢，大家都可以再 discuss， 再可以 discuss， 好，那我就先做一个抛砖引玉的动作，有没有，那再来看第四点第五点跟第六点，有没有，那第四点就是分析，这是个名词，分析是把知识剖析，你注意它剖析，它叫什么 take knowledge part apartTake apart， 那甚至探索 explore 这个有关问题之间的关系，这个分析有没有，比如说呢 compare and contrast， 就是比较跟对比 the different way of serving fruit and compare health benefit， 吃各种不同的水果对我们身体健康到底有什么影响，可以比较，就像我刚刚讲那个网红，那就弄出十个这个这一个食物出来，有没有，那第二名竟然是鲑鱼，有没有，那像我们吃素就不能吃鲑鱼啦，那他的分析里面那他就讲了一大堆理论，为什么没有，那这个那当然就是他在做比较这样，那这个很好玩，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分析。那第五点综合是指利用信息来创造新的东西，就是你再把它整合起来，所以这个 synthesis is to use information to create something new，
比如说像下面就是 convert an unhealthy recipe from food into 怎么样 healthy 这个 recipe by 怎么样recipe by 这个 replacing certain integrating 或者考验好这个哦，他这个讲了一大堆啰里啰嗦哈、哦，那意思就是说，你把一个不健康的这一个菜单，把它有没有办法把它改良，做添加东西进来，让它变成营养的菜单？所以第五个哈、哦，这个当然有很多学问嘿、啊。那第六个评鉴，评鉴是批判性的审查相关和的好、哦、的东西和什么样可以用的资讯，那做出判断哈、哦。这个就不容易的哈、哦，就判断它一些相关的问题出来嘿。那当然这详细的东西，你们可以到我后面指定的那个网站去看。找更多的 knowledge。 那 anyway 我就是一个抛砖引玉，告诉有这样的一个 SOP 这样一个教育理论在，我们 follow 它就可以写出更好的一个这个教学目标，教育学的目标出来。所以例子 Which kind of fruit are best for 这个 making a healthy meal and why？ 诶，我要做一个很健康的这一个餐点的话，哪一种水果是最好的？洛梨吗？是不是吃多了会怎么样？嘿，那这个你们就可以去评估，也可以去查一下网络、哦、那到底吃什么比较好，吃苹果比较好呢，还是吃这个 banana 比较好？那后来我就决定每天就吃一颗苹果嘿。那这是我个人的一个因素，那对还不对、啊、可能要吃个大概几年之后发现诶，头发是没有非常白嘿，那身体还是非常健康的，所以确实是不错、哦、所以这个就种种的机制自己再去做这个这一个分析这样、哦，所以前面用 Bloom 的那一个认知阶层，那个 K C A A S E 啊，这个六个阶层有没有？那你就可以模仿我这样啊，改人家的那个例子，改的有点四不像啊。所以你就 select topics related to your teaching lecture， 跟你有关的这个教学或你学过的那个课程都可以，因为你很可能是助教，可能是学生，因为那有些同学他对这个很有兴趣，要来学都可以，有没有？那甚至以后你要写一份东西出来。你要跟人讲你的目的是什么，目标是什么，你可以按照这边的理论来学一下。哎，你买我的产品的话，你就会怎样，你就会怎么样，这也是有目标嘛，去吸引人家，没有？所以 to propose basic learning objectives with respect to six levels of cognitive domain， 就是从这个认知阶层或认知范畴里面来。那大概我就从一些网站挑了大概两个，那这些很多都是一些教育机构跟那个学校的他们的所 po 出来的网页啊，那如果有兴趣同学进去的话，你可以看他那个网页的后面有密密麻麻的论文跟参考文献，这样那里面也不少的 SSCI 的论文，那因为篇幅有限、啊、那当然也有你可以用 ChatGPT 帮你学也可以、啊、那不管 anyway 啊，这个都是一个蛮有趣的哈、啊，蛮有趣的一个细节、啊、那。我们就继续往下学，把整套理论把它学到会、哦、那这个也是我们这一个这个 topics、哦、这一个单元要讲的那些主要的精神。那希望大家呢都能够持续的往后面把它学好跟学会。好，那这边呢就先讲到这边。